Hello， 大家好，我是伟哥，我们继续玩王者荣耀啊，这把玩的是孙悟空啊，最近比较喜欢与孙悟空玩这个无限乱斗啊，特别是他这个节奏比较快嘛，然后打起来之后比较爽，特别是孙悟空后期那个猴三棒，那真的是不是啊瞎吹的啊，三棒带走一个啊，那真的没毛病，而且有时候打塔也是非常快。然后现在早期是刚孙悟空改版以前嘛，我是不习惯玩这孙悟空啊。最近两天都一直在玩孙悟空，感觉确实挺不错的，就是我们可以掌握时机，就是在敌人开那个技要打你的时候，你开个一技能是吧，开个一技能可以躲人的啊，可以躲攻躲伤害的啊。这一局我本来是想去抢一个红 buff， 没抢到，自己被搭进去了，搭进一条命，没办法啊。第一局开局猴子是前期比较麻烦，前期比较难打。那我走下路看看这边啊，这边他对方也是一只猴子，然后跟他 PK， 两个猴子乱打，看谁先来一套，再一个一棒敲死啊！因为我这边可能符文会比他好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啊？因为我这边铭文我的那个红色无双啊，已经有差不多八九个吧，完结掉，所以说这暴击伤害应该会比他高，就是红绿两套啊，基本上快凑齐了。还有一个就剩下蓝色的嘛，蓝色的再抽点那个迷宫碎片，尽量把它给凑起来。听说只要猴子、孙悟空，只要那个迷宫碎片，是吧？只要符文一套凑齐的话，暴击非常高啊。所以说我现在尽量在凑这个孙悟空的暴击迷宫碎片。那孙悟空前期发育太难发育，所以说就玩这个快节奏的这个无限乱斗，无限乱斗节奏快的话打起来特别爽，一棒一棒，胖胖胖是吧？啪啪啪，两三棒就带走一个。特别是那后期，然后你又出一个七血之刃的时候，这边有一个那个对方的雅典娜没有多少血，长血冲过来给我送分，然后这边我看到芈月，再一个一棒，看见没？他这时候一技能打我是吧？我那个可以用那个一技能直接抵挡掉，而且这个孙悟空的一技能有的时候可以抵挡那个。诸葛亮的大招的，就残血的时候你开个一技能，就是他锁定你之后，你只要是把握好时机是吧，就那么几秒钟一定要掌握好时机，如果错过那个时机基本就没了，就相当于太乙真人的复活嘛是吧，太乙真人你如果要复活别人或者复活自己，一定要在那个残血然后基本上要被人秒杀那一瞬间开一个大招才有用啊，但是他有持续几秒钟嘛，他这个原理啊道理是和玩的那个差不多。这边又看见一个狄仁杰，先把他一半打死之后我们赶紧跑啊，这边毕竟地方还有两个英雄这样子不跟他们撸，而且我的技能 CD 也不够用啊，所以说打完就跑。这个孙悟空确实蛮，而且我这个出装应该是按照大神推荐里面出装，先出一双极温之靴啊，然后再无尽战刃啊、气血之刃啊之类的，然后慢慢出来。最后一个应该是复活甲，但是这个无限奋斗没有复活甲买啊，大家可以出一个别的装替代一下，比如说那个名刀是吧，名刀可以替代一下再说好像其实每个英雄只要你多玩几天都能找到他那个非常溜的地方，有的时候以前不喜欢玩雅典娜啊，雅典娜18000然后又感觉太废，其实雅典娜说实话也是非常强势啊，只要玩得好的话啊，但我现在最近还是比较喜欢玩这个孙悟空，反正我这个孙悟空也有这个皮肤是吧，也是挺好看啊，好多妹子都是喜欢这个孙悟空啊，是至尊宝这个孙悟空啊，就是在至尊宝没有出来的时候我是喜欢那个叫什么地狱火，但是地狱火我感觉还不如这个，毕竟至尊宝这个有人模人样啊，然后这些也是打了几天下来，所以说才感受到这孙悟空确实很强。为什么这几天要玩孙悟空，就是因为我前期前段时间玩鲁班的时候，然后前面打得挺好啊，但后面基本遇到孙悟空基本秒脆秒被秒挂，跑都跑不掉，因为我小短腿根本跑不过对方孙悟空。猴哥打完后技能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二技能应该是主加二技能，他这二技能到最后四秒一个、这个 CD 非常短，CD 短就是，然后那个暴击伤害又高，一棒下去连刀很快，比如他先一个二技能跳过去，而且他这个二技能比以前那个圈圈持续时间久啊，你开二技能之后他这个圈圈会持续很长时间，不是像以前好像很短就过掉了，
它这个时间长了以后你可以多走一段路然后再去那个锁定了跳过去了，所以说还是蛮不错，只是以前不知道这样的玩，因为我们现在猴山半直接过去直接拆一半下去啊，在有冰的情况下基本上几下就可以把一个塔给拆了，非常快，就是装备满的满是满装备的状况下啊，要拆塔贼快贼溜啊，是特别是顺风局啊，越打越爽越打越爽，半半要人命的那种感觉啊，非常爽，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个孙悟空，就是像我这样不经常玩孙悟空的，就是觉得孙悟空没有以前那个，以前有个分身嘛，跑路什么可以用啊，其实现在他这个金身更好用啊，金身也算不错啊，就只要掌握好，就是没血的时候给他们让他们技能打你一下，然后你就瞬间相当于无敌一下，无敌霸体一下，然后就可以跑了或者再反击他们啊，有多少次我也是这样，明明看到孙悟空就那么点血，然后技能打他一下，然后他马上有个保护罩，然后再反扑过来直接把你撸了撸死了，然后这局就拿了个 MVP 还不错。本期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欣赏，欢迎大家关注伟哥视频关注微信公众号，我给解说，如果大家有什么精彩视频也可以投稿到微信公众号或者 QQ 邮箱，我们下次再见。